正确系统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，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示范一下洗手的步骤。你看我的牙齿，有差不多要掉两颗。有 ，OK。首先我们要先弄一点那个洗手液。不是，哦，不是吗？哦，我们要，对呀，拿洗手液，拿洗手液。然后洗手，对吗？对。然后洗手，对。对，还有一个是这样的吗？我们一个一个来好吗？慢慢来，一个一个动作。可以吗？可以。再走一次。好，可是慢慢来的，一个一个。没有，刚才是快吗？现在是慢啊，等一下就更快。OK， 好，再走一下。第一个动作我们要做什么？开水。水。OK， 停。然后我们要拿洗手，洗手液要拿多少？这样会太多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在做什么？在搓手，搓手掌。这个是什么动作？就是一个啾啾啾啾。这个。OK。来换手啊。